学生是打起，听见没有？还是冒险型，你看这时候上路这就起，对不对啊？哎，你知道打起的时候套索，不套索不行啊。打起那么到这边还是冒险型，还是打起啊？这个都帮你说了，左右都一样啊。对方抓着我的手，啊，抓着我手，我翻手这举，对不对啊？上里这是里。往那边走，啊，搬柴嘞，啊，这儿过来以后，搬柴往这儿一蹬，这人就从这儿打，对不对呀？这不是从这儿的吗？前岸，啊，搬柴，前岸，啊。有需要不吧，就是假设对方发球踢我啊，踢我发腿踢我，哎，我现在手找他的不把脚找他这个膝盖，明白吧？这一出掌心他就回去了，我不出掌心了，哎，我这摔一下，这时候呢腿放在这儿，这时候啊这个地方，哎，是他那个地方啊，这个我这个鼻尖给我这个膝盖这一吹着，他那个腿都没有根了，我这个时候再去嘞，啊，搂膝腰部就是这个，就是这个，啊。假设对方拽着我的手，啊，你拽着我的手，哎，拽着我手，我拽手是收，手心早交心，肘尖后上低，尾底骨往脚后上，坐，先把对方带过来，啊，先把对方带过来。然后对方打耳光，啊，谁打耳光？打耳光呢，你可不要躲，啊，你打耳光正在正打上来，你知道吧？起码你不动手的话，他打耳光你这个打不着，你们记住这个事儿。你这么一个野马分鬃怎么办呢？他一打耳光，我接着接着他这个手，啊，他接着手以后，我这耳光找手的时候，再注意。夜马分鬃，那个运语穿梭呢，就是我也一翻转插过去以后啊，哎，你转过去这咋看啊？你这咋看啊？哎，你看我这腿在这儿，从生理之后，你看。一二三四五，这是这叫劈力，一劈两劈三劈，产生斜面的一打。假设对方抓着我手，你看，哎，给你一下，你看这不就穿过去了吗？对不对呀？哎，这个你看，从这儿打，看见了吧？你上这是不是到这儿是吧？你看这不就？那是那个运语穿梭。圈打我的时候啊，你看吧，你不要管他这个圈，是吧？就是你这个时候这么用力，你要他打不着，这时候吊上，是吧？吊上以后啊，吊上以后上这个步，哎，上这个步，然后啊，要把他拽过来打，就是这个圈头打，那个发那个手圈，这就是这个，那个就是那个周底砍锤。啊，周杰看去。
就是你打多少啊，哎，我这一翻转，你找我这个乞丐爷就过来了，过来以后我这个就要点你的穴，拿着大子点在这个石穴颈动脉这个地方，或者打他的后脑，哎，这是一种。还有一种，对方发拳来打，哎，我这一逮，我的腿都到这地方去，你看到这地方就把这一抬，这个手呢往那个地方牵，牵着走那么一个弧，这时候就呼啦，你看这就是到脸后，这不是那个姿势，这个到脸后，对不对呀？啊，这是一种。还有一种，对方两只手来，是吧？两只手扑过来，扑来以后，你看再一勾，一转身这一丢。这不是到点后那个样子吗？是吧？哎，到点后。下边是歇飞式，歇飞式就是假设他打我，打我这地方，你看我这一抢，哎，这想着这后手的猫后脚，他就打不过来。然后他上那个时候打我，打我的时候我接他的肘，是吧？接他肘这一掌给他锁住，上肚套锁，啊，这是一，还有二，二是还是这样打。这是一二上步，这是这么走的，你这么走的，歇飞式。这时候找那个胶去，找着他就起来了，是，找着他就起来了，哎，找这个我这个找着，他要是往回走追，他要是跑的话呢，那我就打挤了呗，那我就打挤呀，啊，他这个我这一找，他往后追我这手就往这儿。他你看我这个手往这儿，这么紧，这个是往上擦了，焦擦，啊，还有下边就是对方这个手来，你看我这一撑起来，你看这不就打了吗？你们瞧着吧，哎，这不是打了吗？打下巴磕了吗？明白了吗？哎，你看这不是打下巴磕了，然后。从面也不再盖，是吧？这不是这样。单展啊，单展是对方来手，他是这手雕，你看这手穿，你看这啊，这个人就这个就起来了，
再再来这接着就双量了，你到到这边，啊，接着双量，这么一抬，然后这么过来，这样，你看这就拿到这个人了，这双量。还得整，还得整嘛的，就是吃嘛了啊。对方替我来，来，我这一扶，然后搂膝，搂膝。假如对方拽着我手了啊，抓着我手，那个手呢，抓住了，这不是吗？这不是就倒了吗？然后呢，就是山东背，这个，他这个，山东背更，哎，这么下来了以后，他要往起正蹦，这个手先点这个东西，明白了吗？点个金泉穴，穴到这个地方去，然后这一翻手，这山东背，山东背，你看是这个手，你看这个手虎口朝上，啊，虎口朝上，是这么回事，啊。他再发拳来打我，听见打的拳来了，打这个拳呢，就是打了就要你这么接，来过来，再抓住这个脉腕，再怎么抓住这个气身，这小孩，把他这个拳头贴上去就行了，然后是抓他一下，抓他一下，没事，还抓他一下，这个抓进去了，完抓他一下，他一不好受，撑死机会，他一缩，把这拳头推到他那个地方去。然后把这拳头拽过来，这么拽，这人就是拽到这儿来了，再吹，拿着他的拳头拽他，像摘树苗的，塞进了坑里。翻身撇身吹，他这个就是什么了？啊，后边来人了。不管三七二十一，没有看清楚，回声就是一种，然后啪就一拳，对不对呀？哎，完了以后二起脚，二起脚，你记着，凡是蹬脚的呀，都是对方来手，啊，来手，这把这逮住。这里就提着安全了，对不对啊？这不然的话，他勾你的腿的是吧？你这样的，这提他这比较安全的是吧？啊。对方向我发拳来，这发拳来打的话，这个你不要管他是吧？你只要这个手是蹦他的眼睛，这个手蹦去时，这个人肯定打不着，打不着了还走不了，啊，打不了还走不了，然后往这一沉，然后这一哎头掌心，把他往那边送，刀山后海一上，提步蹬脚的，哎你过来。提步蹬脚的，他是因为是你啊，你等那儿，这他看得见，啊，我这边大伙子，你来起腿，踹我干嘛？哎，你看我这多开呀，多开，我去踹你，那提步蹬脚，那。双峰贯人，你去啊。哎，这个那个，如果他过了，这就是这三号刀刷过去，到这时候再对，再转圈子，呱一挤，正好挤上他这个地方。哎，
那么我要是打双峰关人，他起来抓我直播，我就走那个黑水一条了。我这不打了双峰关人，抓直播，踢腿踢。但是踢完，你看着，我就是右手右拳的拳型向右偏吧，他就到这儿来了。啊，他就站不住，我这一听吧，他就站不住。那个扑面掌这么打的，你过来啊！哎，扑面掌，比如说他发拳打的，这个削，这个接，你看这个拱砖下压，这么一个劲儿啊！这拱砖下压也可以拽掌，拱砖下压，然后上步，上到这儿，你看这个劲儿打的，这扑面掌，哎，左右都一样，每方也打刀子，也就。动捏割草，那捏刀不快，割草割不到，怎么着？割不到，再上去，这不就上去了？伤到他这个车后，啊！你看这劲，你看这，这非得打不可。咱家的扑面掌，这个地方就说是那个扑面掌的时候啊，你手这么放上以后，往上往这边拐，那就容易打。是吧？他的精髓受不了。在这打我嘞，我这你看，我这你打。你看我这是这么走的，你看，哎，打不着了吧？看我就这个一愣的，我往后一看打不着了吧？然后你看这就打上了，这就打上了，啊，那么就是这个我得再具体说一下，这一愣以后，一愣以后，你看我再过去，这不就围上吹了吗？围上吹了就这一点这一点和这个胶这三个这样打的，老徐子当吹，回合。边的啊，这个楼下子当飞，他抓着我的手，哎，你抓着我手，哎，你看抓着翻旋，那不是翻旋上步落步变掌吗？对，哎，你看吧，这地方抓着这方你不要管，就是心口，这拳头一找心口啊，接着上来了，明白了吗？哎，然后这时候扶到这儿，这就开拳上步。开拳上步，对不对？哎，就是开拳上步，然后哎，右掌推腿，右掌前杆，那不又是跟拉拳的一样的吗？又跟拉拳的一样。啊，单边是这么走的，好比你发拳来打我，你看我这一吊，你看吊走以后得给我上步，哎，上步，你看我就上了打的。啊，这不带走了是吧？这我就要上步了。我要是比你矮的话，我就下。你看到吧？我要比你高的话，我就走上甩鞭子，对不对啊？啊，你感觉一下啊，你感觉我就是不甩鞭子，你感觉我这味儿，你看我怎么着？你看我这手这么一甩，你看咋的？手大了，你看。这手指头拧回来，然后利索，这当年就是。
用手不是这样用吗？嗯，是。啊，就是这个用手的用法。假设他就是这个人打我耳光，你看，哎，春来，你打，你看，我先打，他打不着我了。然后我这个手用，又用这个手啊，进来，你看这个手打我的这个，明白了吗？哎，你看这手翻过来了吗？现在我就搓麻绳，一搓你这，两个手搓麻绳，那不是我啊。还有一种呢，他是这么打的，哎，这是这样过来以后啊，你看这个手指他的后脑勺，这就打啊。那么这个指的后脑勺，这个怎么你这个劲从哪来的？这手，这不是这吗？这不是杠杆吗？啊，这不杠杆吗？你看见了吗？这不杠杆吗？杠，南方人叫杠杆，北方人叫杠杆，对不对？这不就倒了吗？你这不就倒了？打杆子去，我那，你碰上他就倒了吗？碰上他。用手那个下势，你瞧吧，我这单边完了以后，最后不是单边吗？你到那边去啊！啊，好比你抓上我这个手，哎，那个时候抓，来抓手，你看吧，哎，他一抓我的手，哎，我这个手都起一个变化，就大指朝天，这个指尖朝天，哎，他这是从这个地方穿到我胸口里。哎，你看从这个腿这地方穿过去，啊，还有我这手，最后不到这儿，对方一抓我两只手，你看，你们来瞧着啊，这他一抓我两个手怎么办？你看我这给他，先给他一下，啊，这个给，你看又把他带过来，这个给了以后，带过来以后。他是这个时候撑踩这个手，这不是那个下势那个样吗？然后转过来不是这样吗？啊，他在最后带过来以后，你看这个一撑踩，这么一歪，他就歪了吧，对不对呀？哎，这不是吗？我他这就一喘，是吧？我也想这里回来，这手一合，咱就不要，先不要倒，先不要倒。然后呢？这和这个和手臂贴上我的屁股蛋，我就追你，追你就把你追倒了。这个手和给哪合呀？给就往回合，往回合，往回合，他就过来了，靠近了，靠近了，我就好踩了，对不对？然后我这手臂一贴我的屁股蛋，那屁股蛋一照他的腿，送着那腿追他就倒了。你看我就是这个横扫90度，照他眼睛扫去，你看了吗？这第一下子吗？横扫90度吧，然后再上来，这不是又是扑面了吗？哎，这个扑面跟那个扑面不一样，你看这扑上来是吧？这不扑了，蹬后脚，蹬后脚这管子了，蹬后脚，对，就是这个，你看这个，一扑了一下，啊，这儿离开蹬后脚。把它送出去，哎，这个时候把它送出去，这是一种啊。啊，转脚摆呢是对方那个后边抓我肩，啊，对方抓我肩，我这不是转脚摆呢，是不是这么转过来的？是吧？哎，你看是不是这么起来啊？对，是不是啊？这不是。这不是这么打倒的吗？然后再往那边起腿，再这么打。啊，哎，你还弄得不太好，你还是抓着，你看啊，哎，我这回来这个出上，你看这不是没有事是吧？你看就我这手这么翻，
这叫打刀，这就打下你血了，不是吧？嗯。然后我手就兜住你这地方，然后我这腿就从这儿了，明白了吧？这时候这边扳的，这腿是这么大的，那就是双摆的，站脚摆的。完工射虎啊，这个打完了以后，这个是我的捋尘的，逮住是捋尘的，哎，然后这么打，啊，你别说啊，我这么逮上去了，我找我的旗杆，从这儿回过来，是吧？然后你看从这儿了，明白了吧？看见了吧？从这儿打。那是假设对方抓住我的时候，你那个时候抓，这不抓住了是吧？左拳翻转朝天，你看他这个拳是这么给你，明白了吧？哎，然后啊，这个周早旗接着把这么给你要过来，然后这个胳膊你搁到这儿，你往这边站着，搁到这儿，我不是要猫我的脚吗？是不是？哎，你看猫脚以后你看成什么样了？你看这。咱们说这个，左拳翻转朝天，周早新接到夸，接到夸周早新，张开手要猫自己教，教不让猫，你就那么吵吵的，完了以后，完了以后这不是也是一样吗？哎，这翻了谁？翻了谁？你说是吧？你看。你就发拳打我，你看我这一腿打到我只要是大指这对上指尖，中指跟脚尖垂直，那肯定打不着，对不对？你记着，啊，这是这个，啊，他这个，你用着这两个，我这两个劲，我这么看，就是这个中间这个手，中间这个手，啊。为也能打你，你听你感觉啊？你看我这个拳头找那个脚，你听听你，我就你听听我这个手，你听你推着我这个拳头，我问你拿手推着我的拳头，你看我这是不是这个样的？是，你听那个劲儿，听那个劲儿，他怎么告诉你的劲儿这么出来的？他这不是我这不这还没有打的吗？是吧？可是你已经捅上我了，怎么办了？现在我就这个，他说那个胶卷了，这个长得欠。我是说，现在是打的我的胶。啊，你看你推上我这个地方，你看我还是冲上了这，你看这个地方也打你，你知道吗？你这猫我什么地方都打你，你推上我这胳膊肘，你看，胳膊肘，你看我这个，这还要打。那出一个合劲儿，一个整劲儿。然后抱虎归山，他抱虎归山是怎么回事呢？啊，哎，抱虎归山你过来啊，他是这个，好比抱虎归山吧，你看我是从这儿进去，这腿倒你的后头，明白了吗？哎，就这样腿倒你后头，胳膊倒你这里，就我这三个头一翻你就倒。完了以后下来是四十秒啊，你看这四十秒，对，如果对方这么一包你，你看这四十秒这个手绢，这个放在那肩颈，这个打你，就是这个手绢给他放在肩颈上去，一下子给他杀倒了。这是打两头，肘顶肘顶肘。现在你推上这个肘。你推上那个仇，那你死劲儿，你推，那你俩你死劲儿，我死劲儿推不动他，死劲儿推，你干嘛推不动？你看你怎么推不动？这什么道理啊？我不管你那手劲，我就老公给肩颈合呗。老公这个手给这个肩颈合，这个手给这个肩颈合，明白了吗？我以为他俩力量相对了。
他就一根推着一根推着，你看他推，他一人就推一根，你推一根就行。这个老公给接进河外，老公给接进河外，出肘劲儿。所以只想着这个地方，不想别的，傻子呀，好像外边不知道，就是你推我嘞。我不知道，我只知道老公早结亲，别的不知道。你这不就那样，才行嘞。啊，哎，然后下来就收拾了。